掀起了敏感的时刻。我看到上林圣文屡次对外的政见琢磨，都是在财政问题。他说台北市的财政问题才是最关键的、最麻烦。所以呢，他就提出说，有很多的手法可以操作，可以做资产的证券化、不动产的证券化，可以做设立地上权，给了我们台北市政府理事局长给你很多指导。这些东西你不懂吗？根据通报，其实候选人会认为财政是很重要的问题，这样的见解基本上没有问题。主要是因为所有的市政建设都需要裁员，如果财政裁员没有活化的话，没有财政活水，所有市政建设都是白谈的。所以基本上财政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那其他候选人提的问题，我觉得他都有他的一个发言的一个理想。那我们这边当然也有我们在处理财务的量调度的一个方法。那这部分我想我们也是可以就是说未来包括候选人的看法，其实他好或不好，我们也都可以进来做一些参考。对，你自己觉得在你上任之后，在筹措裁员，包括设立地上权等等的资产活化上面，你的处理的效率、进度、成绩，跟以前第一任的财政局长比起来，是更好、更快、更有效率，还是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差别？基本上这几年，我们讲这几年好了，因为议会的支持，所以我们所有的土特案要设定地上权，都要经过议会的支持，所以在议会的合作之下跟支持之下，所以我们近几年的成绩是越来越好。那不过这一点不是只有我们财政局的努力，我想这个议会给我们的支持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其实这里有大字不清的漏洞。我们先回到今天咨询的主题，设定地上权。台北市政府财政局在做 BOT 案或者是设定地上权的相关作业程序的时候，需不需要进行先期的规划评估跟可行性研究？我们所有的标案就是大型的开发案都有评估的东西，先做可行性评估，真的都有处理。对，我记得过去财政局在打算在小琉球，对于小琉球、屏东小琉球，对私有土地进行地设立地上权的开发的时候，也有进行委外的规划评估。是有。但是因为在规划评估过程有不同的意见，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就这个主办案就没有进行。这部分我跟你说，一定要是当地的地方有声音，那我们觉得应该要跟地方意见先融合之后再来进行我们的开发案。那我请教，现在在信义区原来的广慈博爱园区的开发案，现在你们已经正式对外公告招商，是六月六号公告招商，7月3号截止投标，这一个设立地上权的投资案是一个超大型的指标案件，你们权利金设立底价是100亿元，这样子开发案重不重要？当然是重要。你们有做什么样子的先期评估，也能够听取地方居民的意见吗？这样子的一个开发案未来要做何时？那这个经过我们检讨之后，我们市政府把这个
这些都是都市计划。这个没有变更，我们的使用程序没有变更。OK。嗯，对。我说这些都是都市计划的程序，跟我刚刚说过的，你现在正在进行招标，权利金高达100亿元，1.6公顷，对不对？是。的商业区的招标。原先你们送资质
新建的土地。现在呢？现在呢？跟你说话。现在钱都钱。这是程序问题而已。这是程序问题。在逼钱的话。现在政府有利用地的，这个要。
出 BOD 案，社会局片面终止契约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黄市长。
市长先得到十二个，我在这里，因为是部门咨询，我在这里做主管，在政策面采用分区开发是否恰当，有可能大于第二个部分，即便是采取分区开发，分区开发所收取的设立地上的权益金，是不是应该直接立入社会设施？这个牵涉到重大的政策转变，欢迎你们都知道，议会都知道。第三个，即便现在用商业区的设立地上的标标，它的量、它的比例，虽然已经经过都市计划的相关的修订。是不是有检讨？大家都要倾听民意，包括当地居民对于加盟重启的疑虑，对于环境影响的疑虑，还有对于这一个园区，我讲的园区是三大块，不可行，现在只负责。没有，其实我不是认同。不会，你绝对，你绝对不会去考量公园用地的。不是啊，你说我没有认同。因为这件事情争议很多，你也不要说因为捷运新线东延段建设在即，急需要出口，所以急着就要跟商方商业地标出去。我讲这句真的，你不要骗一般人啊！这个基本上对于开发商跟商业地者，这是利多啊，捷运出口站。否则
希望